像这个，如果您留这个籽的话，咱们这个籽就不要了。下回像这种籽咱就不剪了，让它这样横着长。今天有没有啥困难呀？主要还是啥呀？多举办点这个网上培训的课，让这老农民呢都学点知识。这个网上销售摊，把优质的品种、优质的好摊销售给出去，行，老百姓还收入也提高了，这老百姓生活也富裕了。没问题，电商这块呢，我觉得就今年我们就建立了村博学院，给咱们当地的老百姓请外边的专家来，就讲怎么才能把咱们品牌做好，把摊位销售好，这就是咱们要做的。做好一区一品土豆啥文章，我们提一个这样的建议，我觉得是可行，很合适。我走在就是各区县呀、各省市的时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特色的产品。你说土特产文章做农民才能相当于就是人类致富嘛？我收集到的老百姓的需求呢，就是非常迫切的，就是科技。对，科技怎么能注入到农业里边？如果落实到政策的需求呢，实际上应该是鼓励科学家或者科技工作者能够更多的到村田地里去，说白了就是让农民愿意去学，然后还要让这个产业专家要愿意到田间地里去，实现这个科技工作者和这个农业生产者的双向奔赴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还是培训的这个事，还是加强农业培训。你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点是什么，倾听基层这些个声音嘛，其实更是我们要发展的一个方向。我作为代表，我就要把老百姓的声音真正的反映到各部门里边去，然后呢让各部门里边有一个反馈意见给老百姓。我在这个衔接的过程中里边，怎么替老百姓做好发声，怎么把这个产业给它做强，